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林哥，今天我们来教大家清仓茉莉花。剪掉下面的叶子和花苞，将枝条放到高锰酸钾的溶液里面消毒十分钟之后晾干。准备好枝石一个杯子，下面打好孔，利于排水。用高锰酸钾的溶液浇透枝石，将枝条沾上生根水，然后牵扯到杯子里面，每天早晚喷水一次，盖上盖子保温保湿，正常20天左右就可以生根。这是我20天之前牵扯的茉莉花，已经生根。这是我牵扎的夜来香，已经生根。更多植物牵扎养护，关注我，看我作品，谢谢大家。